春分，草长莺飞，百花盛放。古人云，从来今日树箕子，穿上良人放纸鸢。今天啊，是24节气中的春分。中国人习惯在春分之日送春牛、吃春菜、立鸡蛋、放风筝。小新就带大家去找一位做风筝的非遗传承人，去学习一下如何做一个手工风筝。走。每到春分的时候，我都会放风筝，发挥我们自己的心情，也发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习俗。那我们把风筝飞上蓝天的时候呢，还用故意用一把剪刀呢把它剪掉。剪刀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一年不好的一些运气啊，一些病痛啊全部放掉，那放回来呢是一种健康。我们中国的风筝呢历史很久，书中所记载应该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有四个场地，北京、潍坊、天津和南通，它各有各的千秋。那我们北京的沙叶，北京的代表，书中呢也很详细的记载了这个风筝的起放原理，即风筝的扎胡会放，就风筝的诗意。那咱们就来试试。可以，来。你看，我们扎骨架呢又分为四个环节，叫劈、刮、烤、扎四道工序。劈竹条呢，我们去山上砍下了一个毛竹，那肯定是很粗的嘛，所以我们要把它锯子锯开，还要把里面的一些呢水分啊各方面烤出来，还有竹青要刮干净。那这手呢拉，把里面竹青呢拉干净，你看，刮干净了。你看本来呢多粗糙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来试一下。来，我试一下。小心刀啊。好的。对，按住这个，不要动它。来。哎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这个过程其实还挺解压的。对对对，那还是我来吧。来。哦，还是老实手。刮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厚度，你看。把酒精灯烤出来，对，你看，是歪了吧？歪了。你看，哎，对，所以呢，手不要松手，等它冷却之后再松手，就形成了一个自己所需要的这个弯曲的造型了。嗯，把它给窝。哦，不，太快了的。太快了，慢慢来。慢慢来。对。慢工出细活，这就是匠人精神。你把竹子要烤，这样烤过来。哦，这样。哎，对，不是这样子，对。哎哎，对对对对，小心小心，马上要断了。马上要断了。所以最后呢，把我们所有的一些部件呢，扎成一个风筝的造型。那这个风筝呢，我们基本上都扎好了，还有这个板块，你看啊，从这边线呢穿过来，分成两根了，对不对？两根呢，这根线呢把它按住，然后呢我们绕两个圈，在这一块呢打个扣，把多余的一些线呢，我们用剪刀把它剪掉。可以用白乳胶呀给它固定一下，把它固定住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我们要进行弧风筝，这块头部呢我们一起来把它完成。来来，让我试试。在这一块呢，我们这个弧的时候呢，白乳胶呢在这个竹签上控制一下量。哎，对对。然后呢我们用手呢把它那个左右啊把它涂匀，然后呢把这个头部呢摘下来，把它给慢点。哎，轻一点轻一点。哎，对对，轻一点，不能一下子放上去。哎，对。所以我们画好的一些画面呢一定要平整，不要皱皱巴巴的。你看你的弧的均匀平整，晾个5分钟左右呢就自然而然就干完后呢就可以了。最关键的一步啊，绘画骨架呢是一个艺术形态，那我们更多是里面风筝里面的这个故事。这个风筝呢是老北京的蓝锅底，你看这就是五福捧寿，五只蝙蝠围绕一个寿桃的寿字。我们画画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毛笔啊水分啊等等要控制好。我们把它调匀后，在这一块呢我们画蝙蝠，一定要画的时候呢画均匀。你看，先从外轮廓开始画。你来试一下。我来试试。不要画到外面去。哎，好好好，不错。好，得到了老师的表扬。这个风筝呢是从开始到最后呢已经基本上都做完了。那一个风筝好坏的标准呢取决于放飞。放飞也是一个检验标准的好和坏。那我们一起去试试。走。今天天好。今天很适合放风筝。对对对。我们放风筝呢有一个讲究呢，就是说安全要第一，要远离这个高压线、铁路啊，还有一些电线杆多的地方。哎，拿的时候呢一定要拿住这块地方。来，这块。哎，往后退。哦，再往后退。技术的事情。再往后退，一直退。来，撒手。啊，飞起来了。